情的影响，我们在家里哪里都去不了，所以已经关到心闷了。像我最近也是很多地方都没有去，今天刚好我们一七澎湃香港带我来苗栗玩，然后我就把你带来这里了。对，就是因为他，你之前都有来过这边玩吗？对，我今天跟苗栗还蛮有缘分的，我之前才这边拍了一个舞蹈影片，所以我算是对苗栗非常熟。那因为我的老家在新竹，所以其实我还蛮近的。对，所以其实真的算是蛮近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找跟大家呢一起来到苗栗，然后要带大家一起来介绍苗栗的各个好玩、好吃、必玩必去的地方。那我们之后还会带大家走遍台湾的各个县市。那我们今天来到的呢，就是俗称的苗栗国。苗栗国，你知道为什么苗栗叫苗栗国吗？不知道。你知道人家不会说台北国，但是人家却说苗栗国，因为苗栗呢有非常多景点是媲美国际的。就是我们可以说，我们不用出国，你来到苗栗就可以拍照，仿佛像在国外一样漂亮。所以呢，它有一个媲美，这叫做苗栗国的一个称号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也锁定了苗栗非常多漂亮、好玩又好吃的景点，然后要带大家一起去玩苗栗国 ，Go！巧克力肉菜美食，期待吗？我好饿啊！一心只想要吃。吃起来到底是什么味道？我们就要欢迎巧克力庄园的经理，欢迎。嗨。来跟我们介绍一下。没有问题啊。这边的每一道菜都是用可可入菜，对，我们有系列用可可入菜。好难想象的味道。对啊，吃起来是甜的还是咸的啊？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特色。这个是可可豆和豆浆。那我们真的吗？这是假的啦，真的都有这么大颗了，有这么大颗，真的真的。我们叫厄瓜多气座，所以我们的品种比较特殊，它叫 Super Gagao， 那就是真的这么大，寸就这么大。我拍给大家看一下，你可以闻一下，但是因为它还没有烤过，所以它有一个发酵的味道。这个就是做巧克力的主要原料。那我们跟别人最大，对对对，它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用这个原料来入菜，那把它当成是富含油脂的一种坚果类的菜来入菜。巧克力、红酒、牛奶，那应该是吃起来是甜的，其实不是，对对，它是有这个巧克力的香气的这个感觉，没错，好期待哦。对对对，那就你推荐全部都来一份吧，是可以这样子的吗？哇，这是两道，其中两道菜哈，而且它摆盘也太漂亮了吧！这个就是我们的可可的炸猪排，它是厚切猪排，是，然后上面淋上我们特色的酱汁，然后旁边那个猪骨的蘸酱很好，这个真的超好吃，超浓的。对对对，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巧克力的肉酱披萨，对对，它就是用我们特色的酱汁去烩这个肉酱，然后把它淋在上面。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，对，这个很好吃。还有我们的巧克力肉酱大饼。哇，看起来都太好吃了吧？怎么办？不知道该要先吃哪一个好。所以两位准备好要抽牌了吗？好哟，不能抽，那个人很可怜哎。先放着。等一下，所以希望你这次可以抽到。我先祷告一下。他抽了吗？现在快点。好，来哦。一、二、三。酱是有一点点甜甜咸咸的，主要还是咸的，就是肉酱的味道。可是你可以吃到巧克力的香气，就是香香的。对，然后它因为女生像我自己，我都很爱吃起司啊、奶酪那种浓郁的东西，它这上面还有铺一层，有点像奶酪的感觉。我觉得它会不会耍大？我要一个奶的。一二三，耶！我嘴巴小吧。那我再切大块，就这么一口的爱心，他还说我嘴巴小吗？但是我整片都塞进去了，我要吃喽！哇，哦，好好哦！我其实本来没有很爱吃炸猪排，
因为会很容易觉得很干，可是它完全不会干耶。我先选。来，一、二、哎。耶！为什么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哎呀，哎，我今天是走幸运的路线。我觉得我今天会成为幸运到我有点紧张，我要吃的哦。你看，满满的一汤匙，有饭，有酱，又有肉，怎么样啊？想吃吗？啊，我吃了。啊，怎么样？真的很好吃。你看我这样轻轻一推，我没有用力哦，我只是这样子，它就碎开了。但加上这个酱，味道非常的综合，一咬下去那个肉，你看我刚才一直在讲话，我根本你偷插一口肉给我，不可以。我刚才几乎没有什么咬哦，但那个肉已经碎掉了。一、二、三，哇，好无聊哦，一直轮流。如果说到底跟我一直给我吃的话，节目应该会特别精彩。那你可以扫盘，不要担心。咬了，整块塞啦！哇，你太过分了你！他吃到嘴巴上都是酱，而且你看他这个吃相，真的是100分，这个吃相。厉害！哇，真好呢！帮你上一下，在倒海的部分哦。哇，好，谢谢您哦。牛奶冰哎，是牛奶冰吗？看试试看，很像是雪花冰哎。你知道苗栗的草莓真的是品质保证哎。先吃一口冰。嗯，好浓哦。哎，大家，都会想要吃到好吃的东西，然后还要可以拍照。嗯，那我觉得这很适合拍。这一盘就是好吃又好拍。我们现在要来前往下一个要介绍给大家的地方。这个他们的房间小桌子，对，因为我之前就已经有住过他们这个房型了，然后他的这边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庭院，然后蛮日式的，你看他这边就是一个日式的石桌，然后所以你就可以在这边两个人在这边欣赏夜景啊，然后泡泡茶、啊、喝喝茶、啊、拍拍照这样子。你看他的床第一，他的床是 king， 超级 king size， 超大，然后你看，哎，他的毛巾还折成大象，他的毛巾是一个大象，超可爱的。让我们两个这样躺下去，空中间有多宽？中间有多宽？哎、欸，那个什么，那个、欸、还有人要来躺吗？大柯哥要不要来躺一下？桌子很漂亮。哎、欸，我超爱这种，我每次要找饭店，我一定都是找那种就是可以看户外，就有点像露天的感觉。对，就是一个露天的感觉。对啊。想不想泡呢？想。是不是超冷的，好像有点泡。开始你们熟悉的天堂女地狱。哦，我们没有想要天堂女地狱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啊！哎，为什么又是我？啊！为什么又是我？啊！这个部分的话，我就是先去旁边打个电动。啊！那我要刷浴缸。那我清一下这个旁边的沟沟槽槽的啊，稍微这样子刷洗一下。是不是？高深的技巧一点。对，但我好像刷的不太好。哎、欸，你要认真刷啦。Okay, 舒服哎、欸。决定要脱一下鞋。好，好了，我去换一下衣服，大家们一起泡。我帮你捏一下，太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哇！你有料，我又没有料，我要瞧很久哎、欸。不用瞧啦，要啦。而且不是，我刚才小时候我照一下镜子，哎、欸，肚子真的很大，对不对？我现在真的很烦恼。等一下，然后我想说，那我把泳裤穿高一点好了，可以就是稍微盖一下。各位观众，我刚刚叫他放水，你看一下那个水。可以啦，你脚又没有那么长。暖哦，今天最舒服的就是现在。对呀、啊，他冷死了。我帮你刷背，好，我要削一下。哇，哎，公主帮我扶，哎，可以的。很棒哎，好温暖哦，这是今天最棒的一个行程了。我觉得其实就是
啊，就水蜜桃红红。对，然后红红红的时候，然后一上来，它会脆。泡完温泉之后，我真的觉得身体超暖，但我觉得好热哦。对，我刚泡完的时候也是觉得，汤味它好像有点久。对，好棒哎！听到了，我们待会就要来这边呢，手做我们的巧克力 DIY。至于然后做什么，我们可能要进去才会知道。那跟你介绍，这个是我们巧克力银装的棒棒 DIY。好可爱哦！对，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小朋友的行程。对啊，就比我想象中的简单许多。好可爱哟、哦，它有米奇的，好可爱哟、哦，好可爱，这样子的，它的彩糖是米老鼠的形状，哎呦，爱心超可爱的，哦，这是真，这是紫紫的，那个你不要拍到我最后一个那个很丑，不行，它就是整体，但我其他三个很美啊，嗯，好好吃。哦，很好吃哦！为什么你都不会吃这个？我的好可爱哟、哦！这么快，来真真，好快哦！我的也很可爱啊！哇！可以把你的那个棒棒糖就是这样放在里面，然后你就可以送给你喜欢的人。然后我们要前往下一个地点了。这个地方我们是做巧克力，下一个地方我们就是要访客，喜欢的人是你。来到了一个养生园区，叫做利康健康养生观光工厂。那因为现在那个疫情比较肆虐，我们要先来欢迎我们利康的经理，欢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利康健康养生观光工厂李明次哈。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呢，最主要教你们如何去增强抵抗力。哎呦，这是我们的利康小超人。今天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，怎么样去分辨那个中药的真假？好，现在都做着科学浓缩的药丸粉剂类，所以其实买中药的话，最重要是要第一是找医生去判定你适合吃什么的，第二个是要找有品牌、有信誉，而且是有经过认证的，才能保障你的安全。是，它不像卖菜市场卖菜，称斤称两的。就是说这边有一个机器，对，可以帮我们解惑。我们这里有个老药师，可以替你们做一个基本的介绍。老药师吗？对，在这里。哦，是好 Q 版的老药师哦。那如何解惑？好，那我们这边走，来欢迎哈。这边有20种常见的疾病的药签。我举例哈，这个我们国人比较常疾病。举例像你，要不要挑一个？你们有的症状？它可能很多呢。对呀、啊，那它写阳痿。阳痿四肢酸软，手脚冰冷。我没有阳痿哦，我只是手脚冰冷。好，这是你的好，手脚冰冷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来这边老药师替你做说明。我感应去。谁要先的？对，你的先吗？好，那我先好。好，你先。好酷啊、哦！身体无健康，人生是好病。小人拜拜拢无坏时阵，恁来遮试看卖老药师的药剂，一概保证恁的精气神哦。老药师讲话拢啥物？手脚冰冷，手脚冰冷。适用药材当归、陈皮、鹿角、白术、人参、山药。常用于阴阳两虚、气血两亏、身体衰弱、胃寒、肢冷、我觉得这一帖药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用的哎。所以你可以拿这个药签去各大药局去配药，觉得不错了。我想要当柜台，好香啊！请问你要几帖药？我帮你抓药。它的管桌柄是这样子，然后上面可以自己画画彩绘的东西。这都是自己画的。七龙珠哎，我想闻闻看它弄起来什么味道哎、它里面是茶树跟薄荷的送的，对，这个味道非常好哎，它就是如果你头晕啊的时候就可以擦，可以擦这里的 对这边，然后蚊虫咬伤的时候也可以使用，是防蚊香香包，它是袜子做的吗？对，然后我们把中药好冰冷的袜子哦，好可爱的，中药的味道，好香哦，所以它是有驱蚊的。是香茅、薄荷，然后艾草，刚刚有提到的，然后这个是藿香，对，然后因为这些味道就是味道比较重一点，所以可以有达到驱蚊的效果。对啦，然后把它铺平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把我们的药材放在上面。好，
再来的部分呢，我们把我们的棉花包起来，包法要才包覆起来，包覆像包饭团这样，对，把它包起来。啊，你们是特别去买这个袜子吗？就是民俗风的袜子。超可爱的，我们把它反过来，那我们的棉花球先放桌上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。哦，是装，可是那就是反面啦。对啊。哦，所以我现在要这样装进去。对对对，装进去。哇！好大！哇！这也太真材实用了。哇！有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箱包？好了，我们把它塞到最底部，就是我们脚尖的地方。那我们这边有一些简单的，就是一些样式，给你们可以粘贴做参考。我要那个蝴蝶。好，这个有还有什么器具可以固定这边吗？用粘的，用这个粘。哦，我想要把它弄成一个小尾巴。所以你要这边粘起来。哇，门牙。啊，好可爱哟！而且你看它的那个，我的鱼鳍还会这样子，啊，另外一边是花。你的好可爱哦！可以相信。可以相信我的那个。那你可以帮我剪这个翅膀吗？好啊，你要什么颜色？黄色好了。好。我求助别人了，因为我发现我，你看它是什么呢？它像金鱼不像金鱼？像土拨鼠，嗯，好像比较像河豚呢。好可爱哟、喔。你看我这个有屁屁，你的那个好可爱哦、喔。对啊，我这是什么啊？我真的不知道哎、欸。感觉就很华丽，对，而且就是不会有那种压迫感。对，这边给你，谢谢你。全款都是全面禁烟，嗯，您放心，它就是我们店特殊专案所赠送的防疫包哦。哦，谢谢。防疫包怎么这么慢啊？拿到的防疫包是我们特殊专案订房会赠送的，让旅客可以在安心的旅游当中也可以去使用它。是，它有一个口罩，直接送给你一个防疫包，还有干洗手、护手霜，甚至口罩内衬。哇，好大的门啊！哇，超大的，好大！哎、欸，通常一般都是，好好哦！哎、欸，这是帮我们准备的吗？是，太舒服了！它的饮料也弄得太漂亮了吧？好棒哦，我要喝它。那我们介绍一下这边房型吧，它好像一个，就是很棒哎，哎、欸，好可爱哟、哦。它这边做斜斜的，很像那个国外那个小阁楼，刚好像夕阳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太漂亮了，这个有点像就是在飞机上的那种，一点点像飞机上的那种感觉。哦、我觉得很像阿尔卑斯山，也很像他们会住那个小阁楼，圆圆的窗户这样开出去，啊、然后对面是一座山。嗯，哎、欸，它的床也是很大很大很大呢，是200×200，超级 king size。没关系，我已经觉得我好像可以睡了，好棒哎！这个空间啊，哇塞！哎，我超想要这个的，这个是来住的人房间都一定会设备这个，还是因为我们要来？如果有生日当天生日的话，我们还会特别赠送哦。所以可以跟你们说，你们可以提前准备。是的。哦，这个是那个懒人沙发，对，现在有点亮。这种就是纱窗，不要打扰我们，拜拜。我们要在这里了，耶、yeah, ，好可爱哦、喔！阿拉丁的公式。可是我刚才发现还有一道门哎、欸，这里到底是要多大？这个空间这样过去，这里是玫瑰花瓣石，这个门是推开盖子的吧？为什么这个室内可以搞得这么漂亮啊？我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了，什么？这个上面是什么意思？行李，可以开启的，可以打开一次。我不相信，哇塞，哇，哎，你当时可以在那边套房看星空哎，哎，真的，我跟你们讲，就这样，你就这样坐在里面这样子。对啊，哦，我最喜欢套房的时候可以看窗外，可以看风景的那种。对。
所以你白天在那边泡就会有阳光洒进来、啊，晚上打开会有星空，这边有窗，那边有套头可以拍我们的照。嗯，是，你喜欢吗？好。喜欢就觉得进来就觉得哦，飞机哎，车车哎，就觉得很特别。车子的形状。对，我们是不是要比基尼时间？我要换衣服了吗？哦，很棒哦。我们一天到底要洗几次澡？对啊。好，那我先开，我比较靠外面。哦，这边。哦，这就是我的比基尼的时间了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其他就是本来今天要穿的衣服，还没穿过。一次都没穿过。好可爱，好辣，再见。对，这件它是比较有点设计感嘛，就它中间还有做这个，就是超美的，对，对，有一个扣环这样子，蛮也是蛮性感的。然后这件我真的没穿过，你看，全新的吊牌都还在哦。这是因为我其实平常不太穿比基尼，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美胸神器，但我穿起来好像也没到很深。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这个，我其实比较想要穿这一件。不是肚兜，它就是这样子，有民族风感觉的。我觉得我穿着浴袍，然后绑着头发，像贵妃。所以你现在很贵。来欢迎全一期最性感的主播，国民女友珊珊。哇，太辣了啦！哎，我不会，已经有很性感，很性感。我只有腿可以露，还有屁股。都很性感，大家都觉得很漂亮。是拉筋，这个太棒，这个是拉筋的。太棒了！为什么你这么能吃还这么瘦啊？真的很厉害哎！太冰了，太辣了啦！哎，这其实 pose 还不错哎，也是挺多的哦，摆不完这样子。我肚子平了，又可以再继续吃。好好哎，好羡慕哦。好，来吧，我直接走去好了。对。我觉得我走在你前面真的是有点吃亏耶，好美哦，要整个脱掉吗？不行啊，我们等一下要碰的时候再来脱好不好？后面看超性感的这个罩衫，对，就很像那种就是看偶像剧有没有那种睡男友加穿男友的衬衫，它就是一个有点透的罩衫的，但是感觉会比较有安全感。好，我很喜欢这个泳衣的中间这个肚子，我觉得穿着罩衫看起来比单纯穿泳装还要性感。对啊，我觉得有时候要若隐若现。对，我觉得若隐若现的时候就是最有遐想。对，太多人以为性感就是这样露，对，穿越少越好。其实若隐若现就是好像看得到又好像看不到的时候，感觉最美。很开心。赢的人可以读书张嘴，输的人要上班。就是要去体验每一个词，并且要说出你的感觉，然后另外一位可以指挥他，好不好？来，好紧张哦！来，耶！哎呀，为什么要射吗？因为我可以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没有，感觉很舒服哎。后面的感觉也可以吗？摸一下。
未来来吧。有有有，很可爱。那如果等一下很想下看这个手脚，继续跳很久，还是我自己偷偷下去把它拉掉？哇，好像很舒服哎！我们去隔壁的水池，在、欸、隔壁那这一池是水温最高的。啊，好舒服哦！哎、欸，这边比较深。哦，真的哎。只能一点点啦，因为比基尼真的很容易曝光，好不好？我要干跳吗？我真的可以啊。没有。是哪一首啊？哦，就是那一首。我觉得摄影大哥有点辛苦。哇，这个猪肉融化了，好暖哦！哎、哦欸，屁股好烫，而且这边拍照蛮舒服的感觉。我把麦克风放这边，应该可以收到我们两个。哦，超舒服的，好舒服。我觉得我甚至可以睡着。对，我立刻觉得就是眼神放空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这边拍照很美，我帮你拍一张看看，可以拍照吗？我们来完美时间，完美时间吗？完美时间，我要拍那种就是漂亮的屁股。好哇哇，好味啊！换换换，换吗？对，哦，好美哦你。就来自好，对对对，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，很美呢。好漂亮哦！你要吗？你要吗？要。一二，看动作。我们一起拍，超好的。我们一起拍。换个动作吧，三。我们来干杯好不好？好。啊！一定要差点喷，差点倒掉。好。性感。来，准备，三二。做一张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站长，干杯！嗯，来搅一搅喝。你那个搅完又会变成咖啡色。对，你那个感觉很好喝哎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带那个气泡的，蓝色那一杯吗？这个是你喜欢的，嗯，水蜜桃味，嗯。水蜜桃的好喝，嗯，那杯好喝。对，我要去换衣服了。那我要泡比较暖的这一池。拜啦，干杯，拜拜。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泡也是蛮享受的。哎、欸，就是按这个让它有泡泡的吗？要怎么按？对，为什么没有？放这里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我带着这一杯。你看，就这样子。等一下，我的脚趾头抽筋，脚趾头抽筋。哎呦，我的脚趾头抽筋。哎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吃饭的地方了。没错。哎，我觉得很特别，就这么欧式的饭店，但是这里又有一点点中式、港式的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而且你们这一边的这个吃饭地方叫做福美乐，福美乐。因为它是其实发生在 Formula One 的概念，是用赛车轨道送餐哦，所以 iPad 点餐，这个 iPad 按触控式点餐，然后它会从这个轨道这样咻，是的，所以是一台车送餐嘛，对，所以。
待会呢，我们在用餐期间要小心，不要将手靠在轨道，以免翻车。哦、对，他有写说，请不要将其他的物品或是手放在这个上面。对，那其实这个那个餐厅它其实非常的亲子评价。这边有什么餐点是你比较推荐的招牌？点几道推荐菜色？没问题。所以这边的 number one 是哪一道？丝瓜汤包，丝瓜汤包是第一名。对，先生，先偷吃了，我没有偷吃，我们现在在点餐，好，来，正在准备当中，小心哦。好可爱，来，我来为你服务。你看这个，它那个茶包，然后可以自己这样加。好，把这样再吃回转寿。对，可是它是用 F1 赛车出来的，很特别。对，那平常是食量大。哦，我吗？对啊，我是吃喜欢的东西食量很大，但如果没有特别喜欢就不一定。但我，来了！今天他真的是一个车车送过来的，我们都没有亲眼见证到他去过来的时候。而且我很适合录那个现实动态哦。先拿下来。哦，我最期待他们的萝卜糕了，因为我很爱吃萝卜糕。这是什么包？应该是那个他跟你说的流沙包。啊，我也很爱吃流沙包。回去了。那这一笼呢？这一笼应该是他说的那个丝瓜汤包，他说这个是他们这里的人气第一。我很爱吃丝瓜汤包，就是我只要去那种小笼包店之类的，是就是都会点这个。先烫哦。我不敢一口怕太烫。哇，你看那个里面的汤汁。我要加一下。你看，我倒出来给你们看那个里面。满满的汤汁哎，你看流出来了。我很爱吃丝瓜，我也很爱吃丝瓜。嗯，哇，整个爆浆哎！哎，它里面塞很满，塞超满，嗯，真材实料，哎呦，整个爆出来哎。嗯，我需要酱。哦，这边有酱油醋，你要吗？因为我觉得味道很够，我喜欢吃就是丝瓜原本甜甜的味道。我没有很爱沾酱。嗯，它个人就是皮薄馅多，因为它皮都是有点透明，刚看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到它皮里面啊，就是有点半透明，看得到就是它透一点绿绿的样子。嗯，我超爱吃流沙包的，因为我很不是甜点控。你再撕开一下。嗯，小心爆掉！哦哦，流出来了，直接滴到手上哎！对啊，它好爆浆哦，它完全整个喷出来，滴下来了。啊，我要吃！哇，好吃哦！好厉害耶，整个超厉害！它的皮不会很干，哦，不会那种，有的那种会。对，就是我每次吃到那种就是流沙包，然后外面皮干干硬硬的，我就把里面吸光，然后皮就丢掉。我也是，对啊。所以遇到那种皮薄的嫩嫩的，就会觉得很棒。嗯，就是那种刚蒸好，它没有在就是冷冻回去。对，这个好下饭哦！刚才你跟我送来这个，它这是什么口味啊？不知道，我打开给大家看看。哦，好烫哎！嗯，哦，这个非常烫哎。是什么？这里面是什么？嗯，这是什么口味？这个是什么口味？这个，这个珍珠奶茶吧？哎，是真奶耶！那是珍珠哎，是珍珠。我们来看看刚刚点了些什么，马上回应就知道。珍珠流沙包，真的哎，好酷哦！它里面真的有珍珠，它里面这个是珍珠哎，有看到吗？我的天哪，太神秘了，我要吃下去。嗯嗯，超 Q！ 我第一次吃到珍珠流沙包。那个我喜欢吃芋头，我也超爱芋头，加咯。啊，它的芋头好绵的感觉哦，加一块。芋头就是要煮到很绵很绵。对，像我吃火锅啊，我就不喜欢那种炸芋头，我喜欢吃新鲜芋头，因为它才可以煮得黏黏的。嗯，好棒哦！我还有个最终极的任务，是什么？就是只有一个人可以留下来住总统套房，另外一位如果玩游戏输的话，要立刻前往台北五点九公里。看到你们的左手边桌子上有很多的港式的点心，对不对？啊，很多。
好，你们可以也是一样轮流选择，然后选到了以后如果有中，我们就把它掀开，没有就继续轮流选。好，先连成一条线的人一样是获胜的。好，总共有20几道港点，但只有9道在这里面。你们每选择一道，我们就会先上菜。上菜之后呢，如果有在里面的话，我们就会告诉你号码，把它撕开；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当你白吃了一个。所以最后谁先连到，就是能够先连线谁就获胜。所以我现在有要撕吗？现在还没有开始啊，只有剪刀石头布，看是谁先开始。剪刀石头布，我先。我刚刚选冰火菠萝包。火菠萝包，对。所以是有中的意思吗？没有，要先吃，点了就要吃，点了吃完才会告诉你有没有。吃完以后我们会告诉你有没有啊。对。吃完哦，那我要点一些小分量的，不然我根本吞不下。我又点了一份哎，我超爱吃菠萝包，就是去吃港式啊，我再怎么饱都一定要点菠萝包，然后跟另外一个方方的那种，西多士哦。好 ，OK， 公布答案，你选的没错。好啊，不吃的那么辛苦。我来，我来，我要鱼子烧麦。烧麦，就是我刚才吃，我觉得好好吃哦。耶、yeah, ，好吃好吃！我真的没办法呢，我的胃。你跟我一起吃，好。不熏啊！我吃东西真的很慢，我可以吃一颗，如果但整笼没办法。这是醋吗？对，有没有沾？很好吃 ，Q。嗯。好了，好，恭喜你，鱼子烧麦9号。耶、yeah.。烧麦哦，对我每次吃港式一定要点这个鲜虾肠粉，要吃完一条，哇，一条，对呀、啊，我可以干炒，对，哇，嗯，我看你吃觉得好好吃哦，嗯，有吗？没有，你好睡哦，下一个我要点那个香煎萝卜糕。我刚刚超饱，下一个要什么？我很紧张哎，我这个有吗？你这个香煎萝卜糕没有？怎么可能？鱼翅饺，哇，好可爱哦！我觉得我根本就不是在猜哪一个会中，是在真的点你想吃，对，真的是点我想吃的。再帮我倒一点醋可以吗？这个的皮很薄，但是它是有嚼劲。对，恭喜你，鱼翅饺答对了，8号。哇，好需要需要。那我要点水晶素饺，感觉就不会肿。我现在尽可能点一些很小的东西。其实我来了，看起来蛮好吃的，它非常大。我喜欢吃面食，好吃。小朋友经过我们说小猪，好，这个有过吗？恭喜你，没有中。我就跟你说，感觉它不会中吧？很难呢、欸。那不容。港式炸粮呢？港式炸粮。好、啊，港式炸粮我爱吃。港式炸粮。不要做鸭饭。哎呦我的天！我超爱吃这一种，一条。这感觉很让我选错东西。这要加酱油吗？还是加醋？你们终于答对了，真是难得啊！耶，3号。好。啊。还是丁白，又多了一个机会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珍珠丸。珍珠丸。珍珠丸有中吗？珍珠丸中了4号。恭喜恭喜，又多了一个品牌机会。嗯，凤爪。哦，凤爪有可能哦。嗯。哇，我觉得我根本就是都在点我爱吃。可能你有没有什么还想吃的？我真的觉得对我来说太困难了。凤爪，
超香，它一进去吃到嘴巴里面会有一点点微辣，重点是它这个鸡爪超有嚼劲，最爱吃有嚼劲。真的，这个有吗？凤爪？凤爪没有。我要点丝瓜汤包，因为他说它是他们的第一名。太好了，丝瓜汤包。丝瓜汤包是他们第一名。他说这边是他们的人气 number one。够饱，我跟你讲，好吃啊！你等一下就不管再饱，你就点那个红豆鸡仔包，一定有那个怎么？哎，它也好可爱哦！好，我要想红豆鸡仔包，我知道我没中，哪一个仔？哎呀，好可爱哟！超可爱！它说它里面是包红豆泥吗？哦，超可爱！赶快播一个给大家看。哎，他们的。红豆就是整个都很满，感觉很绵。哇，你好厉害哦！有没有中？这不中。七号红豆鸡仔包。哇！终于！耶，开开心心，红豆鸡仔包连线成功，所以算是你的。恭喜你！没有想到，竟然就是会有两个可爱的。对，我刚刚获得了吗？另外一位，你得到的惩罚就是立刻遣返台北。我是好人，因为我提建议你的，然后结果就是你赢了，没关系，再多拍一些美照给我看。哈哈，好棒哦！期待你今天传给我的照片。好，每一个都看起来非常非常好吃。对呀、啊，我现在因为我要被遣返台北了，所以我要现在就要遣返了，我要丢下可怜的你了。我哪里可怜？我们下次一定要一起住。我下次不要再接受这种天堂地狱的考验。下次可以安排我们两个一起住吗？这一餐跟这一间都是你的。哦。噔噔。对。哦。发起喽！啊，爆浆了！啊，抽出来它就流进去了。哎，好像滴的整个都是。那应该差不多。它里面馅太满，我要吃，好 Q 哦！我很爱吃这个，去港式一定要点这个啊！这应该不用再讲吧？因为这个它有叶子包子，所以它现在我打开都还没温的。食物就是要趁热吃啊，感觉有没有？我要直接咬。超香，好吃好吃，这个我可以整个吃完，没问题。其实我原本不敢吃，只有虾卷、鸡卷之类的东西，可是因为它旁边附的是那个芥末，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微微就是呛呛。香香的那种感觉，但不会辣，因为我很怕辣的。但它这个没有那种就是绞肉之类的臭味，因为我其实很多就是这种包起来的东西我是不敢吃的，但它不会。我跟你说，不敢吃的东西，你想要演得很好吃都没有办法，我会立刻这样作呕。但这个不会，好吃好吃。那我今天真的吃超多的，因为我每一样我都不只吃一口，我等于每一样就是都吃一半左右。就是我们现在等一下这边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。那我是森森，国民女友，我的账号有一点害羞。好，拜拜。